你在拽什么啦？叫什么名字？林北小五。哎、欸，我们班来了一位新同学，叫做陈新武。我从金门转学过来。你甲客哥啊，讲有熟？啊，你安尼无大无细啦，你来讲，阮爸爸。无差啦，规定你嘛要做给我的爸爸、啊。那你有堂口吗？是公司。那你一定是总经理喽？差不多了。你背上刺什么？哎、欸欸！你来台湾以后啊，我开始会怕了。借过一下，你老爸无教过你，看到人也阿头，就千万别再。要学我是不是？学出来混是不是？为什么不可以学你？我还学什么可以？公司若是要经营落去啊，一定要想办法赚。你若要做这哦，以后大家就卖小卡餐。那个，哎呀，好了，阿丢，那你个乞丐。如果我没有回来，就回金门。那为什么叫新舞啊？因为你妈很喜欢跳舞啊。那跳舞一定很厉害。我都跳得比她好。窦铁路。